哎，你好。吴大哥，你知道今天是礼拜五吗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周四爱玩客跑来踢馆啦。这是什么样子的问题？哦，你看，臭豆腐。臭豆腐。大家对全球最恶心的食物都还记忆犹新才对，当时就连阿基师都忍不住跳出来说话了。没想到连科技业也豁出去了。高加速。真的假的？周五晚间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你瞧在爱玩客。